币呀、啊，浪啥币呀、啊？他说他五天都要的包邮。你有吗？没有压到啊？对啊。没有。你等等，今天傍晚6:30左右吧，在普宁大道那个南山路段吧，那一个位置周围是一个工地，正在建一些楼房。当时我路过的时候，已经是启动机那个臂已经砸中了那个五菱面包车，那个车里面好像有7个人吧。据说那个启动机那个升降臂升了有60米长。